好，我是小哈。有在健身减脂的人，又是外食族的话，是不是会烦恼蛋白质的摄取来源？这次我从全联跟 Seven 买了四款即食鸡胸肉，来看看他们的口味如何。第一款先介绍这个 Seven 卖的酥鱼鸡胸肉。它每份的热量是101大卡，蛋白质含量16.6公克，钠含量是606毫克。它拿出来以后长这样子，吃起来不会很柴，还蛮嫩的。然后咸度的话，我觉得是适中。虽然咸度是适中，好像吃久了会腻耶。接下来是这一款全联卖的迷迭香鸡胸肉，它这一份的热量是107大卡，蛋白质含量19.7公克，钠含量是616毫克。它比较大块，所以咬下去的感觉不像刚刚那一款比较软，可是也不会很柴，但口感没有那么的好，迷迭香味还蛮重的。整体来讲，让我感觉起来都是香料味。接下来这一款也是全联卖的虎峰轻食沙拉胸，这一份的热量是75大卡，蛋白质是13.5公克，钠含量是348毫克。它虽然也有厚度，可是吃起来不会很柴，算是蛮嫩的，比第一款的咸度还要适中。不会腻的那种咸，因为像第一款我吃到后面其实有点腻了，它很适合单吃直接食用。接下来这款还是全联卖的鲜嫩鸡胸肉片，每份热量68.8大卡，蛋白质13.5公克，钠含量411毫克。这一款啊，它跟其他不太一样的是，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刚刚前三样都是一整块的鸡胸，这个不是，它是大概每一块都是这样子一小口一小口的，咬起来就还蛮轻松的，反而更嫩，更没有柴的感觉。以上就是我们去找的四样即食鸡胸肉，如果要我推荐的话，这四款我比较喜欢后面那两款。普通轻食沙拉胸跟鲜嫩鸡胸肉片，但是这些即食肉片呢，钠含量都非常的高，蛮不建议大家常常食用的。如果大家在外面很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时候，就可以参考这些即食鸡胸肉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频道，跟到粉丝团按赞，拜拜。